是的，中国人间诚，诸法重新生。上人，我们一定会佛心入人群，施智成菩提，在人间路上秉慈运悲，六度万行，大家和敬无争，用爱守护慈济大家庭。蓝天白云，殷勤陪伴，尽思今生，付出四十年，感恩恩感恩，主同感恩上人开启受量宝藏，让弟子能够岁数存宝藏，心轮天能量，我们一定会恒慈初心，热诚照人间。人人心手相连，感恩尊重爱和和，一起转动法轮。世界，大爱之光照人间。